果你可以告诉我的话，我可以给你留一条活路，否则。大佐阁下，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我是他们的同伙，他们怎么可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不管呢？我真的不知道啊，大佐阁下。看来，我得让你见一个人，让他给你提提醒。赵老板，认识你面前的这个人吗？我当然认识啊，他是我亲弟弟，治安大队的副队长。现在他已经被委任为环协军三团的团长了。行啊，臭小子，升官了是吧？你岔开话题。你知道他怎么升的官吗？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现在你说出马明向他们的藏身基地，我看在以往的情面下会饶你一命。不是大佐阁下，我姐姐是被人蒙蔽的，她不知道马明山那个王八蛋是抗联。您不能闭嘴。赵老板，你只要说出马明山的藏身基地，你以后还是我的朋友，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支持你，甚至可以给你更大的权利。大佐阁下，你我的关系自不待言，我要是真知道的话，我肯定说。赵老板，我真的很想相信你，但是现在你是唯一和抗联有关系的人，我不能放过你，我只好请你到宪兵队去做客。这里这个哎，前门进狼，后门进虎，来的哪路高人？前不怕狼，后不怕虎，来的都是亲人。同志们放心，这儿非常安全。没想到啊，你这魏老板的管家藏得够深啊。魏老板的管家只是我的隐藏身份，目的就是利用四海商行的渠道为我党运送一些特殊物资以及转移人员。你是北满省委的人？你不是一直在找小辣椒吗？你就是小辣椒？要不这个节骨眼上谁会帮你？这名一听以为是个小姑娘呢，没想到是你这个曹老爷们。你们想不到，小鬼子也想不到，所以我才能安稳。这杂货铺的老板是我这些年发展下线之一，原本我也不敢肯定你们到底是不是抗联，
所以我不敢贸然表明我的身份。但我一直在暗中努力保护着你们。可是直到今天晚上，事发突然，我从赵大江身上感觉到一定会出大事儿，也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今晚幸亏有你，否则同志们都危险了。哎，千万别这么说。赵老板，久等了。马明山在哪里？我不知道。亚巴达。好。认识你这几年，深深理解你的毒计非法。今天我们再赌一把吧，不赌钱就赌命。大佐阁下，这东西很容易走火的，你不要开玩笑了。马明山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会转动这把枪，枪口对准谁，谁就要开枪打自己的脑袋，好吧，开始玩游戏吧。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机会，但是你自己放弃了，真是太可惜了。对对对，我看大家也累了，咱们早点休息吧。好，好，小林呢？六哥，姓林的，你不是说老板要在这儿给我们会合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啊，六哥，应该快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们为什么非要留下老板来断后？我又何尝不想留下来断后？可是村上能信得过我吗？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拖住村上。告诉你，老板要是出事了，我跟你没完。
这不是赵家客栈的赵掌柜吗？你不是跟村上那瘪犊子关系贼好吗？咋的了？被主子给嫌弃了？哎，要不跟哥哥混啊？啊？我们这里面的士兵可以跟你们进行进行击锤。抗联？就他？给日本人舔脚丫子都来不及呢。他能勾结抗联？糊弄鬼呢？他曾三大走狗，赵子兰、文家宝、魏汉雄，他们谁不知道啊？咱们那赵子兰，是不是把村上的小鬼子给得罪了？啊？姓赵的，你他妈还以为你是赵家客栈的老板？告诉你，进了这里，你就跟我们兄弟一样，都他妈是等死的货。他妈好，再好，信不信老子把你脖子拧下来？你们也就是有种窝里横，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这帮狗东西。不是你搁那絮絮叨叨跟谁俩呢？我告诉你啊，俺们这嘎达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要不是你们这帮有钱人跟小鬼子勾结，那俺们能被抓进来啊？苏大胖，就你还英雄好汉？我问你，你干过啥大事儿？除了带人码头闹事儿，你还干过啥？见了小鬼子你就怂？我那是没办法，胖爷爷要是在外边，早就跟小鬼子干了。保证打小鬼子屁滚尿流的。得了吧，当初小鬼子来抓人也就派了十几个人，你看见小鬼子腿都软了，就你还打鬼子，你也不嫌臊得慌？你老子他妈弄死你！大胖，别中这臭娘们的诡计。姓赵的，我他妈知道你嘴皮子利索，哄得整个哈城的男人都他妈围着你转。但是我告诉你，到了这里，不好使。今天兄弟们就要跟你算算这个账。行啊，你想算什么账？是你强抢了别人的新媳妇儿，还是你灭了码头村老猎户一家？我告诉你，刘八了，当初要不是鬼子到了，老娘我一枪崩了你！道上的规矩实不抢，你都忘得一干二净吧？老子没忘。哼，没忘。那我问你，实不抢第一条是什么？不好意思说是吧？我听你说，红白喜事不能抢。你呢？你不仅抢了，还他娘的把前来赎人的老猎头一家人给弄死。就你还跟我谈什么江湖好汉、江湖道义，你配吗？哎，姓赵的，他们两个干啥了？我管不着。不是，我不就去你家借点钱花花吗？啊？你给我下套，把我的手都给打折了，这笔账。咱们是不是好好算算？少侯，你要算什么？上次弄折你的手是看在马九的面子上，否则你以为你干那些狗屁倒灶的事儿能活到现在？我干啥了？干啥了？你有钱的不敢偷，洋人的不敢偷，日本人的更不敢偷，你专门偷那些没有钱的老百姓。
他们那些钱是活命的，你倒好，偷了还去逛窑子，没了再偷。有多少老乡因为你家破人亡，你算过吗？我今天告诉你们，我之所以被抓，因为我男人是抗联的，抗联的才是个儿顶个儿的英雄好汉，你们呢，也就是窝里横的怂包，老娘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们。我是不是胡咧咧，你们心里清楚。但是你们记住了，你要是打鬼子死的，老百姓敬你们一辈子好。就像你们这样的，死了，老百姓还得吐两口唾沫。どうやら彼女は何も知らない。私が知りたいのは、誰がマーミーシャンたちを助けたのか、なぜ我々の情報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か。お兄ちゃん、任務の遂行中に中合医を見かけた。もしかして彼が情報を流した。違反症？あいつにそんな度胸は絶対にない。お兄ちゃん、どんな物事も人も絶対はない。以前チェンジャーバーは関連と手を結ばないと言ったのに、結局彼は結託した。まあミンシャンは信頼のおけるものと言ってたけど、彼は関連の一員だった。この二つを例にとっても、中国人は表向きでは従順でも、心の中で何を考えているかは私たちには計り知れない。中国のことわざのそれよ、知人知面不知心。そうだな、猫。お前の言う通りだ。確かに。ウェイハンションと一度じっくり話をする必要があるな。山田、車回せ。はっ。お兄ちゃん、私は一緒に行けない。チャウダージャンのバカが私を待ってるの。レコ、私はそのお前があいつとあまり仲良く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だ。わかるよな。お兄ちゃん、私にとって彼はただの犬。まだ利用価値があるだけ。完全に服従させてやるわ。そっか、ならいい。行くぞ。说过多少回了，现在城里边很乱，咱就不要到街上溜达了，这不安全。啥叫安全不安全的？老太太我都活了七十多了，这哈城还有我不能去的地方，你呀就别担我的心了啊。娘，最近这城里啊出了很多的事儿，你小心点为好。有啥可小心的？那小鬼子就是再凶，他又能咋的？大不了一条命。妈，这话不能说。别，这不吉利。哎呀，孙大哥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娘，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哈城宪兵司令部的孙上阁下。儿子，老娘累了，你就陪着你的村上阁下吧，我呀回屋了。娘，慢点慢点。娘，你慢点走。
非常感谢。我娘岁数大了，得早点休息的。我理解，尊老爱幼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传统理念，无妨无妨。魏さん，我想问你，你的官家楚国义在哪里？你找他？文义，文义，我去哪儿了？来人！老爷，俺家呢？管家出去了。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他不会回来的。为什么？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赵家开疆的马明湘和中斗福日兄，他们都是看脸。但是，当我们赶到赵家客栈的时候，他们都跑了。然后我们在客栈附近看见了楚国义，我们怀疑就是他通风报信。国义，不可能！我从小带他十几年了，像干儿子一样，他怎么可能是抗联呢？如果明天我们还见不到楚国义，你就知道他做什么的。他会是康林？村长阁下，他绝对不可能是康林。你肯定？肯定。那就好了。既然是这样，我决定请老太太到我们的宪兵队去住几天。如果他回来了，那你的母亲自然没事。如果他不回来，那你就给我一个说法吧。村长大佐，这太过分了。我的母亲岁数大了，她的身体要……行吧。小鬼子打发走了？还没呢。没打发走，你不好好陪着，来我屋干啥？那个，有话说有屁放，别磨磨唧唧的，像个老衙门。娘，这个村长阁下想请你到宪兵队住两天。你告诉他，我就是个农村老太太。住不惯那高楼大院的。娘，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国义他跑了，跑了，他有可能是抗联呢，坏了村上的大事，现在把责任都怪到儿身上，这是把你当人质。我就说嘛，那小鬼子没有安好心。早就跟你说过，别给那日本人走近，你就是不听。这现在可好了吧？谁想到国义是抗联呢？我早知道，我当初……你早知道什么？那抗联个个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你虽然没有跟日本人做走狗，可你跟做走狗有啥区别呢？啊？我知道我错了啊！娘，你说这事儿现在
村上说了，啊，只要我把事情办好，他们立刻把你放回来。什么？你给小鬼子去办事儿？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老太婆宁愿去死，知道不？小声点，我知道，我知道。啊，你啊，站在屋里边，怎么喊怎么叫都行，但是到了外边，见到村上，千万不能鬼子鬼子的叫，应该叫太君。我老太婆是糊涂了，可是我不傻。娘娘，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你接回来的。啊！報告します大佐。調教はすべて調べましたが、高齢と関係するものは何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何も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ら片付けとけ。はい。大佐殿、ウェイハン州の母親を手配しました。もう密告者は特定された。今すべきことはマーミン社を探すこと、そして奴らを殲滅することだ。城内でマーミン社、スンヨンフ、中国イーラの指名手配を出せ。はっ。姓林的，老板到现在为什么不过来？六哥，我知道你担心赵老板，我也担心他。您能先别急吗？我正在安排人去调查他的下落。我看你们到现在都没行动，是不是不想管他了？您说什么呢？您放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同志的生死。没骗我？我骗你干什么？那好，我就等他一天，一天又不回来，我饶不过你。哎，六爷，哎，你看着六哥，他也是担心赵老板。哎，特派员，还有什么要嘱咐的没有？你们这次的接头一定要秘密进行，绝不能把他的身份给暴露了。按照我跟他的约定，每天下午三点，他会去情报点一次。如果有情报的话，会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将他了解的情况返回。哇，走，注意安全。娘，该想的办法我都想遍了，可盒子还是没有找到，我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娘还等着我去救她呢。我不能在这待着，我得出去想办法。抓了！哎哎，六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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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杀呀！我是救老板，你都不知道老板关在哪儿，你去哪儿救啊？肯定是在监狱。那你打算就这么一个人闯进去救吗？我这条命是老板救的，我救老板，我死都不怕。你就是死了也救不出赵子兰，那我也不跟你们这帮家伙在这儿把老板扔下不管。谁说我们不管了？赵子兰，我们肯定会救。说得好听，六爷。现在真不能出去，外面到处是小鬼子巡逻，每条街上都贴着咱们的通缉令，遇上可疑的人上来就盘查。
大宝，有没有打听到魏老板的消息？那天晚上，村上去了魏老板家，把他老娘带走了。啊！都是我连累了他。必须得商量出一个周密可行的计划。你这也写文章？这都是你最喜欢吃的。我不饿。姐，你别生气了啊！我知道，这马明山他不是个东西。哎，这好好的非当什么抗联，这结果一出事呢，哼，他自己跑，还把你给连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姐，你。吃一口。玲子都跟我说了，只要你能有戴罪立功的表现，他就去跟村上大佐求情，把你给放出去。立功？我在牢房里，能立什么功啊？不是，他当然能了。就比如说那个盒子啊。只要能找到这个盒子，那就是立大功。我要知道那盒子在哪儿，我早就去找了。还要你提醒？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啊？那姐，咱们就剩最后一个机会了。马明山他们藏在哪儿了？啊？只要村上大佐抓住他们。你就不用再承担责任了，肯定能把你放出去。我不知道，他马明山自己跑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姐，我这心里边都清楚。其实你也是抗联，他们藏在哪儿？那你去告诉日本人啊！这说啥呢？这我咋可能干那种事儿？咱俩是亲人呢。行了行了，少跟我演戏啊！拿人东西，给我滚蛋！姐啊，我再劝你一句，别再护着马明山了。咱们还是得跟村上大佐当朋友，只要把眼前这个坎儿渡过去，以后哈城还是咱们的天下。滚！好，我走啊。不是这饭我给你留下吧啊！你要是饿了，你记着吃啊。姐，你再好好想想啊！
赵家各寨出事了，现在全城通缉马明山，赵子兰也被抓了。啊！我们的机会来了。反正你干什么我不管，我就要杀了赵子兰和马明山。放心吧，他们一个也活不了。该是我们拿回一切的时候了。这两天在这儿住的还好吧？他们没有给你添麻烦吧？好着呢，你放心吧。这是我给你买的点心，那天走的太匆忙了，你的龙井茶也忘了带了，这是给你新买的。忙你的去吧，别惦记着我。记住，别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娘，您放心。记住，别做违背祖宗的事儿，别给日本人当走狗。哎，你看，咱不说这话啊，咱也别这么想。你看，村上对咱还是不错的，住的挺好。另外，你看还让我来看你。魏老板，魏老板出来了。知道了。过两天我就接你回家，可记住娘的话。我记住了。记住。记住了。司令部からの最速の電報でしょうか。もう7つ目だ。もうこれ7つ目だぞ。我々は吉田のふりを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のでは。ダメだダメだダメだ。もし奴の真似をして、そして奴らに見破られたらどうする。まさしく打足だ。我々があの箱を紛失していることさえも明るみになってしまうんだぞ。そうだ、チャオズランはあの女はどうしてる。まだ口を割らんのか。もう手加減は不要ですか。这就是你瘦猴的本事，赵老板。这饭菜不吃也浪费了，所以我就……所以你就偷。